社会环境很好，我们老师都喜欢他。我考了一个状元，理科状元。当时理科状元就考了一个华东师范大学。好，一朵朵金黄色的小花，在阳光下格外鲜艳。小松鼠问鼹鼠：“这是什么花？”鼹鼠说：“这是花生的花。到了秋天。”会结花生，等啊等，等到花都落光了，也没看见一个花生。但是我今天想了好多，因为为什么杨光东这样跟人对抗是不对不好的，不说不对，是真是拿个鸡蛋去碰石头，你觉得是吧？我也想过，要是我也这样说，从一个大的历史来讲吧，这个世界是需要他这样人出面，他这样人这样。抗争才可以有很多人来，是吧？但是好多人他们不知道，不知道就单凭他今天他一个人的努力会牺牲好大呀。我说一个人的牺牲肯定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算不了什么，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都几代人的不幸。是去哪里？梅州。对，梅州。不许他超出这条警戒线，不许他跟这里的任何犯人有接触，不许跟他们有交往，这个是，另外一个就是说，给他的劳动呢，就是规定他每天早上、上午劳动四个小时，下午劳动四个小时，是在这个缝纫车间里面做衣服，他怎么可能做得到这种东西呢？然后。
后呢里面的声音非常嘈杂，然后他自己心力不齐，在那样的地方根本就受不了。他还说他们不给他看报纸，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知道，不给他看报纸，还有不给他那个，不给他是说什么，不许他看图书馆里的书，就说他连书那个都是不可以的。然后他跟他说了，他有这么多条件以后，他就宣布他绝食一百天，其中一百天的绝食。刚开始的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前几天的时候，他们对他非常的坏。然后呢就跟他说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。以前的时候呢，他还说到了，他说以前他们有经常威胁他，包括说把他送到沈阳去，因为去了沈阳以后，他说真的是几次都差点把他搞死了。一个事情要申诉，第一件事情就是12月18号，他来这里第五天的时候，在监狱里边，有一个犯人当着两百个犯人的面来打他，打得很长时间。直到这200个人看不过眼了，看不下去了，发生书声，那个人才住手。这么别人曾经威胁过他，来这里就要打他，要找人打他，找人收缰，赶来收拾他。那么这一次的时候就已经找人打他了，对不对？你说他刚刚来这里，他跟一个犯人凭什么就有那个了？他说叫个私人函院住我，我现在必须紧急院住。他说有可能他们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。是的，还有他要紧急启动上诉的条款，有四个，这个四个具体的到时候张宁跟你讲。他说这种不是人格，他宁愿死他都不会做。我4分钟一直在快速的说话。我将这些事情、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请大家起立。
光。你多久没见到爸爸了？很久哎。你还记得爸爸样子吗？一毛，你爸爸是什么样子？我说不出来，不过我也是。戴眼镜没有。戴眼镜的。有没有点帅？有点。爸爸。爸爸。现在已经要快过年了。你快回来。你快回来，带我去湖北好吗？爸爸。我好想你了。你快回来。你快回来。